OK， 而家我哋开始啦，请入座啊，小姐。Hey，Yeah，Yeah！ 今天我和 Cherry 要来玩一个久违的游戏影片。这个游戏呢，就是其实我在昨晚我刷 YouTube 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一对外国的一对情侣，他们玩的这个挑战叫。Lick My Body Challenge， 简单来讲呢，这个东西，这个游戏的玩法呢，就是一对情侣，然后一个人要蒙着眼睛，蒙着眼睛之后呢，另外一个人就要给他身体的其中一个部位来舔，然后那个蒙着眼睛的人就要去舔他那个部位，舔了过后呢，他就要猜出他给他舔的那个部位是什么部位。我们今天的玩法呢，就是。猜对的话会累积分数，输的那一方呢？来 ，Have a seat. You sit here. 你要拿包纸来包吗？我帮你拿。通常有的包会比较有安全感。OK， 今天这个游戏呢，一人猜五题，连输的那一方呢，就要进2000块给对方的户口。哟。OK， 这样子，如果我输的话，我进2000块给你啊，我进3000块给你啊。如果你输的话，你进1000块给我就可以了。还有别种吗？没有，我要跟你玩这种，因为我要骗你的钱。OK， 这样子，你出惩罚。OK， 不用钱啊，就那个好了。输的你输，他输的话他要给我1000块，我输的话我就给他3000块。OK， 因为男生应该要让女生，所以这个东西是公平的。OK。我们刚刚去找了那个蒙眼睛的那些东西，然后才发现原来我们没有蒙眼睛的那个东西。如果用毛巾的话，又有点不好看，所以我们就要诚实一点啊，眼睛是要确实是要盖上的。OK， 3、2、1，游戏开始。我不要跟你有身体接触，因为这样的话我就会知道你要给我连什么部位。我们真的要这样近吗？哎，我眼睛是确实盖着的啊，我蛮老实的。只可以是身体的部分。任何从头皮到脚趾都可以。等呢？不能呢！哎呦，等下我再换。不好意思。这边，对吗？这容易猜的呗。对呀、啊。还是你开眼睛？我没有开。OK， 我一分了啊，还有4题，来。OK， 我讲啊，我刚才那题我真的没有开眼睛啊，我问了老师了。嗯？多一次。膝盖。真的吗？耶、yeah, ，这样好猜的，你给我猜的部位，因为我觉得 你一定会像这样子给我连，不然就是这样子给我连，太好猜了，我2分了，来，看来我已经有1000块进银行了，已经进一半了。然后我给你猜容易一点的部位，来，手指，你看到是吗？我没有看到。我发誓我没有看到，只是你给我题目太好猜了，我觉得，哇，连对3题啊！我不要玩了。喂，那你可以这样，快点，2题，最后2题你出难一点啦。可以给我想一下，你给我想一下。OK， 来，最后2题啊。你不可以开眼睛、啊。我没有开眼睛。嗯嘿嗯。耳朵呀、yeah, 我不要玩了，怎么这样容易猜？因为我连不到头发。我连对4题了，我觉得我很给，不管是我给还是你太笨了，还是讲你的身体的部位哦的那个触感太明显。最后一题啊，我要连对5题啊，发誓我真的没有开到眼睛，我发誓。你们看影片你们就懂啊。
多一次。嘿，什么？舌头。不是，再猜，你有三次机会给你猜。嗯，来，多一次。Grinding。有点咸咸呢。拇指，手指。我已经猜完三次了。答案是什么？食指，手指啦，手指啦，食指，是不是？刚才手指，你没有讲哪一个手指吗？部位嘛，要讲出哪一个手指头，所以他答错一题。OK， 各位观众，现在轮到了我给 Cherry 猜的环节，所以是 Round Two 来了。不要脸屁股了，来，关眼睛，盖好来眼睛。手指？哪一个手指？你刚才是在问我啊！我的谁 ？OK， 那几个题我给你过，我给你过啊 ！OK， 我给他过，因为我让他 OK。所以你对了一题，你还有四题啊 ！OK， 来，你不要去这样远呢，我夹过去。你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，快点！三次机会啊！舌头出来。嗯，没事。怎么这么长啊？来。OK， 对。耶！那我已经给你猜很容易的了啊。OK， 来。OK， 来啊。耶，你不要给力啊！舌头。啊！舌头可以长一点嘛，就手在里面不要出来更好。很可惜，我嗅到味道了。没有味道啊，你有味道。哎，不可以动了！快点，快点，随便猜，随便猜，看你猜什么部位。手，手哪里？这边。对。啊！猜这样久。因为。三，你对了几题？我对了三。对了三题。嗯。连赛是第四题，赛第五题哦。刚才是第四题，赛第五题。对。OK， 现在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题。嗯。第五题啊。难一点。你看我这样开一副，你以为我是要给你练我的手啊？我是要 fat 你。你不要不要脚趾头了啦。没有脚趾头。脏了。OK。来来来，那边。其实很明显，我在放水了啦。对。刚刚手放下来，我就看到，我就大概懂。这样你这样快开眼睛录。你好了吗？你看我的嘴巴了吗？哦，所以我们现在算是打平了。嗯。这样来讲，我们就要 PK 哦。嗯，对。PK 的话，就要来一个难一点的牌，来三次，但是只可以猜一次。OK。OK， 来，我先快，马上、啊、立刻，关眼睛啊。来一次。三次啊。嗯。
没看眼睛啊。嗯。嗯。耶，你看到了？我没有看到。OK。这边。错，答错了。在是哪里？手来到、哦。对次。对次。手。手哪里？手哪里？讲来。不可以，手哪里？才有来啊！3000块就在这一个决定哦。手指。哇！哟！我给多你两次。哟，不能呢，我给你一次，这样不公平。然后就是错。OK。所以是哪？这里。哟，真难，这边。哪里会难？很好猜啊。OK， 所以。今天这个游戏呢是没有分胜负的，所以谁也不用给谁钱。我们省起来了啦，省起来了啦。这个只是单纯一个 for。对，这是一个情侣的互动，在 MCO 嘛期间嘛，然后你们在家也可以抓你的男朋友，抓你的女朋友，你们一起来这样来玩这个游戏，你确定？连来连去来玩这个游戏，连惩罚呢就可能可以是 MCO 解封过后，所以要请谁吃一餐很大很大的餐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促进感情的一个游戏，所以今天的影片到这结束啦，拜拜拜拜！记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打开小铃铛，也记得 subscribe Cherry 的 channel， 谢谢，打开小铃铛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的无聊在家过完你的 MCO 的期间，对，所以今天影片到这结束啦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，拿去看。